只能通过演出这种方式吗？目前是吧。那如果因为这个又漂泊，你愿意吗？哎，很纠结。你愿意吗？他就是愿意，是吧？你愿意，我可不让女儿跟你漂啊。 你丈母娘不愿意，你老婆愿意吗？我希望你这家过得能拿到好日子。你也明白，你家里的这两个女人，他们的想法。知道。所以说，我和沈凌矛盾挺多。你还知道矛盾多呀？我们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，两个人感情非常深，但一个人想往南走，一个人想往北走。 一个人想去大城市，一个人愿意待在家乡，到最后导致分手的原因不可能相互扶持了，只能南辕北辙，很伤心，但是没办法，爱情就是这么残酷，婚姻有时候也很残酷，所以我不希望他去北京再飘嘛。所以你们就两个选择，第一，留在北戴河，踏踏实实的。 不撒谎，能演出出去演挣钱挺好，这就是但是不能不顾家，能做到吗？这是媳妇儿想要的，沈凌想要的，是我想要的，也是妈妈想要的，是吧？对。第二，你振翅高飞，把这俩娘俩全带上，不管到哪儿，有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你能做到吗？现在，现在做不到，将来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。 但你不能用一个不知道的未来裹挟着娘俩跟你一起往前走，他们没有安全感，你自己也没有安全感，有个家多不容易，有个根多不容易，没了根飘着的日子，我想你也过够了，跟塑料袋似的，被风吹来吹去。那不这样呗？嗯，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呗，你先提条件是吧？ 是我还没让他答应我呢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先说，来听听。你先说，我听听吧。我也不敢真正的直接答应你。咱们在北戴河扎根生活可以，但是咱们还是找一个演出公司，哪儿都跑，但是还是以北戴河为主。然后这样行吗？那你就以后就是什么事儿都不要骗我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。你找什么公司，你也跟我说，让我帮你参与参与。行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过他唱歌，想听吗？ 既然他那么执着，如果你唱的真的能打动我，好，我帮你在北京联系。咱俩一块儿唱行吗？五月九号的那一天，你我第一次相见，你那迷人的双眼。 瞬间刻在我心田，也许是上天安排，也许是命运主宰。你我相遇茫茫的人海，注定我们在一起。深情握住了你的手，死守拥进我心头。 缘分让我们拥有，拥有天长和地久，心归跟爱一起走，海角天涯不分手，默默真心为你付出，拥有相爱珍惜到永久。亲爱的，不用说长相守。 有缘分就能到白头，不管明天风雨在不在，我愿与你一起走。在风起时候，让你感受，感受我对你的温柔，哪怕明天就是末日尽头，我愿无悔地陪着你到最后。